out here. Uh-oh. Richard. Oh, wow. Wow. Will Smith smacked the out of me. Oh, my God. So 病从口入, 只说错了话要惹祸, 吃错了东西要生病, 言语必须谨慎。 这里不是说打人是对的, 但是言语霸凌也是一种暴力。 有多少人被一句不经意话, 备受打击, 像刺一样, 刺痛别人的心, 深陷痛苦之中, 跟杀人没什么分别。 生活中也许会有一句不经意的话, 可以让人豁然开朗, 照耀人们, 看见曙光。 所以要三思而后言, 多点赞美世界才会更美好。祝大家都能有美好的人生。感谢收看。